迎来到智能运输管理课堂。我们知道，运输调度工作除了合理的安排车辆和驾驶员，还要科学的选择运输线路，以尽可能的缩短运输时间或运输距离，达到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服务质量的目标。运输线路的选择问题，就是要在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中找出一条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最佳运输线路。对于干线运输来说，大多都是门道门运输，所以干线运输线路的规划可以归纳为单一起起点的运输路径的选择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用标号法选择单一起起点的最佳运输路径。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小视频。在看视频时，希望同学们思考三个问题：什么叫单一起起点？什么叫标号法？具体的标号时有哪几个关键步骤？用标号法选择单一起起点的最佳运输线路。在运输线路规划中，很多问题可以归纳为单一起起点的运输线路的选择问题。这里的单一起起点指的是在一次运输任务中只有一个装货点和一个卸货点。标号法是一种快速寻求网络计算工期和关键线路的方法。每个标号中的第一位数值表述从起点到该节点的运输距离。要注意的是，该距离是从起点到该节点的累计距离。第二位字母表示该线路段的前一个节点序号。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标序号，在出发地、目的地及各岔路口画上用小圆圈表示的节点，在各节点内依次标上序号 A、B 等字母。第二步，节点标号，对图中的每个节点进行标号，比如图中的 B 节点标号为 10A， 表示距离为10，前一个节点为起点 A。 当某个节点有两条以上的线路到达时，就应该有两个以上的标号，标号时不能有遗漏。如图中的 C 节点，一条是从起点 A 直接到 C， 应该标记为 30A， 另一条是从起点 A 经过节点 B 再到节点 C， 距离应该是10+35，所以标号为 45B。第三步，确定节点标号。当某个节点有两个以上标号时，选择数值最小的标号为该节点的最后标号，并作为后一个节点距离计算的起始值，如图中的 C 最后标号为 30A。 重复第二步和第三步，依次完成所有节点的标号。第四步，确定最短运输线路，按最佳路径标号中第二位的字母，从目的地向出发地逆向推算出最佳线路。好，视频看完了，我们来回答刚才布置的思考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单一起起点？单一起起点是指在一次运输任务中只有一个装货点、一个卸货点，但从装货点到卸货点可能会有多条路线可到达，因为公路是网状结构，但哪一条会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最佳路线呢？我们可以用标号法来选择。那什么叫标号法呢？标号法就像是我们在数学中学过的坐标，用数值和字母组合来表示车辆经过的每个路口。每个标号中的第一位数值表示从起点到该节点的运输距离，但一定要注意的是，该距离是从起点到该节点的累计距离。第二位字母是该线路段的前一个节点编号，表示从哪里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具体的标号时有哪几个关键步骤，每个步骤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一步，标序号，这是为后期标号法中的第二位字母标注做准备的。第二步，节点标号，对图中的每个节点进行标号。
比如图中的 B 节点，标号为10 A， 表示距离为10，前一个节点为起点 A。 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某个节点有两条以上的路线到达时，就应该有两个以上的标号，标号时不能有遗漏。如图中的 C 节点，一条是从起点 A 直接到 C， 应该记为30 A， 另一条是从起点 A 经过节点 B 再到节点 C， 距离应该是累计距离10+35，所以标号为45 B。 第三步，确定节点标号。当某个节点有两个以上标号时，选择数字最小的标号为该节点的最后标号，并作为后一个节点距离计算的起始值。如节点 C 有两个标号，一个是30 A， 一个是45 B， 因为我们想要的总的运输距离最短，所以我们选择数值最小的30 A 作为我们的最后标号。而且凡是通过 C 节点时，距离都是用30去加上新区段的距离，就可以得到累计距离了。如通过节点 C 到 D 节点， D 节点的标号为56 C。 第四步，确定最短的运输路线。按卸货点的最后标号中的第二位字母，从目的地向出发地逆向推算出最佳路线。节点 D 最后标号为56 C， 所以前一个节点为 C， 再看节点 C， 最后标号为30 A， 所以 C 的前一个节点为 A。 也就是说，从起点 A 出发，经过节点 C 再到卸货点 D 为最佳运输线路，最短距离为56公里。要注意的是，最佳的运输路线可以是距离最短，也可以是费用最省，还可以是时间最少，这要根据运输任务的具体要求来确定。这就是标号法，大家学会了吗？本次学习主题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